很好很好，因为已经不用被关了嘛，当然好了。宋华清，但是他现在还在普悠马上面，因为台风的影响，所以呢，苏花公路呢，那个就是整个大打劫，要不然呢，他是会来的，啊，因为他在想来赎罪啊，因为他这个他在消业障的啊，不是在积功德的，没有开玩笑，就是我力邀他，他第一次他就知道他一定会来。这个人他妈妈是花莲人嘛，所以他回花莲啊，因为台风的关系，他今天要坐普悠马来，我是宋浩清，所以呢，他也希望说多做一点这种啊公益啊这些慈善事情，可以让大家忘记啊他酒驾的这个事情啊。那既然大家写就直接就写恶性酒驾啊，酗酒死性不改啊，然后今天又喝醉了啊，所以来不了了。没有啦，今天是普悠马乱啦，所以可能他赶到的时候六点了，你们不可能让你们等到六点嘛。嗯，我们绍兴哥这阵子就是心情很好很好，因为已经不用被关了嘛，当然好了。从九年变六年，你看，哇，危险边缘。有劝他就是以后要对啊，有这个常常劝。哇，他的全身打得跟米其林一样，都是一坨一坨肿的跟什么样。我去看他的时候一个多礼拜的，还是这个整个肩膀这手还是都肿了，这个还完全缺。他老公刚刚在台上被凹说结婚婚礼的事情，现在有一些情况，现在是进步什么？明年吧，明年吗？因为本来预计要结婚啊，那就是因为习俗的关系，就是办太岁，他们说那就延后这样。算是今年办太岁。那我一定是他们这个最佳的啊婚礼主持人啊，免费的啊。那我再请那个周杰伦啊、蔡依林啊，然后那个萧亚轩啊，他们来都不会的，来唱歌啊。没有，会找几个了啊？就心意嘛，对对，心意啊。跟碰哥主持，我跟碰哥主持，碰哥我也很熟啊。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啊，可以啊。